以前好多地方都有得买太空卡，不过而家就冇呢支歌仔唱啦，因为全港市民都要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啊。每位市民可以喺每间电信商登记最多十张电话卡，人人都要登记啦。市民又点睇呢？而家咁多嗰啲家庭嘅电话系咪先？咁你可以追查到啲咯。人哋嗰啲咩垃圾电话嗰啲可以隔绝咗咯。翻到嚟一线搜查，黄海怡啊，你有冇收过嗰啲猜猜我是谁嘅呃人电话咧？喂，梗系有啦，佢仲要扮我屋企人添啊！好彩我醒啫，问多佢两句唔识答之后咧，就 cut 我线啦。最近咧，佢哋就唔扮你屋企人啦，佢哋反而打去餐厅或者零售商咧，就扮系你老板之后话咧，哎呀，最近周转唔掂啊，唔少人都中招噶。係啊，相信咧有咗电话卡咧，实名登记之后咧，就可以堵塞漏洞，大大减少犯罪嘅机会啦。以前好多地方都有得買太空卡，不過而家就冇呢支歌仔唱啦，因為全港市民都要做電話卡實名登記啊！你哋又知唔知咧？電話卡唔知道，第一次聽。暫時未知。知啊。唔知喎。有冇搞錯？梗係知啦。其實電信登記用戶識別卡規例在2021年9月1日已經正式生效，即是說規定全港市民都要為自己擁有的電話儲值卡進行登記。湛生，我想問一下，其實當初為何會推出電話卡實名制這件事呢？其實呢，現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轄區都已經實行了這個電話卡的實名登記制。實名登記制呢就可以堵塞關於用這些匿名性質的漏洞，就可以協助呢個執法機關呢就去調查關於用依卡去犯嘅罪行嘅，咁從而呢就加強保障呢依個電信網絡嘅安全啦，同埋通訊服務嘅健全嘅，從而呢就協助呢就維持社會嘅治安。人人都要登記啦，市民又點睇呢？正常呢，你自己手機電話都好，其實都係要實名噶啦，實名登記你嗰啲咩垃圾電話嗰啲可以隔絕咗咯。咁但係會唔會覺得個手續繁複咗啊？定還是都覺得冇乜嘢咧？可能對我哋啲後生嘅冇嘢嘅登記下啫，咁對啲年紀大嘅可能會係麻煩少少咯。你覺得好唔好咧？而家咁多嗰啲呃人嘅電話係咪先？咁你可以追查到啲咯。但不好的是旅客方來到就不方便咯，要登記。其實個人用戶登記的時候一般需要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和身份證號碼，企業用戶登記就要有關業務的中英文名稱、一名企業用戶負責人的個人資料以及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又或者是分行登記證號碼。現在有實名登記呢，即對你們會不會有影響呢？影響就實有一點了，咁就因為好多客買咗之後咧，我哋都要幫佢實名咯。有啲關於私隱問題咯，啲客會即係實名之後咧，第二日翻嚟嘈冤巴閉咯。好多咧，譬如你大陸落嚟旅行嗰啲咧，其實佢哋個證件係通行證都登記唔到，即係同埋唔係個個大陸落嚟嗰啲都會攞住個護照俾我哋可以登記到，所以做少咗好多生意咯。咁其實當法例真係生效嘅時候咧，每個人名下又可以有幾多張電話卡係登記咗嘅咧？其實每一個個人嘅用戶咧，都可以喺每間電信商咧可以登記最多十張嘅電話儲值卡啦。咁而企業用戶咧，就最多可以喺每間電信商咧就登記25張嘅電話儲值卡嘅。咁我哋幾個計算咧，以每間本地嘅電信商嚟計嘅。咁至於如果係要上台服務嘅服務嘅話咧，都冇計，又冇依個上限嘅。無疑新例對部分出售電話儲值卡嘅檔主造成影響啦。不過唔知大家又有冇發現，每當有新例實施嘅時候，總會有人挑戰法紀，嘗試鑽法律啦。其實如果提供一啲虛假嘅資料啦，或者虛假嘅文件咧，係有機會咧構成一個刑事嘅罪行嘅，包括咗個盜竊罪嘅條例啦。就關於以欺騙的手法去取得服務，又或者刑事罪行條例底下就以一個使用虛假文件的這個罪行。如果任何人明知另一方使用他名義所登記的電話卡而便利去進行某些罪行，都有機會被控協助或者教唆其他人去犯這個相關的罪行。我在這裡呼籲大家千萬不要以身試法，使用一些以他人名義登記的電話儲值卡。
萬一遇到可疑來電咧，務必要核實佢嘅身份。有懷疑嘅話，就要致電防騙熱線，又或者係用防騙伺服器網頁，又或者係手機 App 度搜查。做人咧就最緊要係時刻提高警覺啊！如果見到不法分子做違法嘅事，就記得咧要報警啦，或者報料俾我哋，等我哋去跟進啦。咁過往咧，我哋一線咧都係走在最前線嘅。咁無論係佔據後巷啦，又或者係佔用工地，我哋都會全力搜查。咁最近咧就有報料啦，咁就明話大廈後山咧就有人從事非法行為。我哋一於一線追蹤。小蜜蜂嗡嗡嗡，嗱蜜蜂咧本身就係益蟲嚟嘅，但係如果你屋企隔離就有個養蜂場，隨時都會俾蜜蜂針到嘅話，你又覺得點咧？屋企都有蜜蜂出現嘅。有啊，好細只嘅。多唔多啊？咁樣？好耐見一兩隻啫，我俾佢針過一次。針過邊度啊？隻手，隻手定邊度啊？唔知唔記得咗啦，係手嚟嘅，好似喺呢度，唔知點樣。即係呢度哦。哦，針過啦。好痛嘅喎。係啊，入心入肺。即係都有蜜蜂飛入嚟嘅。係啦，係啦。多唔多啊？都，我話俾你聽啊，你話多唔多我唔知，因為我先生未人死嗰時咧。佢個蜜蜂飛入嚟，整咗個喺個山掛住，整咗個竇。我哋咧就收到線報啊，話喺鯉魚門度假村對落嘅山頭咧，有人就非法開墾農地耕種啦，同埋咧就養咗啲蜜蜂喺度。咁我哋依家離遠見到咧，原來都唔止一個地方嘅。咁有好幾個地方咧，都見到有啲平台位喺度啦。咁啊，甚至乎係已經見到有啲四方形嘅類似係蜂箱咁嘅物體喺度啦。有啲咧係好似梯田咁一級級上嘅，有木瓜樹種咗喺度添嘅。原來成個山頭咧個面積都好大嘅，情況真係相當之誇張啊！咁誒據聞咧呢一個咁嘅情況咧已經係差唔多成十年咁耐嘅。攝制隊進行採訪嘅呢一日就見到呢個伯伯爬過斜坡上面嘅圍欄，行經護土牆上面嘅鐵樓梯，行入個叢林度，冇幾耐咧就行翻出嚟喺護土牆上面拎咗兩大樽水，行下停下咁，又再行翻入個叢林入面。我哋咧就嘗試跟埋佢入去採訪啦，但係上到嚟叢林就唔見咗佢嘅蹤影啦。我哋沿住山坡上面嘅樓梯行，就發現咗呢一笪地方。我哋嚟到現場咧，就見到對面咧就明華大廈嚟嘅，跟住呢度咧成笪地都已經係俾人霸咗嚟用噶啦。其實咧呢度個環境咧都幾混亂下嘅，即係好多雜草啊，好多啲枯葉喺度啊，都冇人去清理嘅。仲有啲樹枝咧又冧曬咁樣樣，咁可能咧都唔止係一個人咧係霸咗呢個地方嘅，因為又有養蜜蜂啦，跟住又有種菜啦，又有種其他嘢啦咁，同埋個 area 都幾大下嘅呢度。咁我哋咧就行到嚟呢一個蜂場呢一度啦，近距離望下啦，咁啊有成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成七個蜂箱喺度嘅，咁我哋咧喺現場逗留咗一陣啦，但係都見唔到有人出現嘅。究竟係咩人霸咗呢笪地嚟用呢？我見你抽兩桶水上去咧，上面做咩㗎？晾嗰啲生果啫。哦，你喺上面種嘢？唔係種啲木瓜啫喎。嗰邊咧有人種生菜啊，養蜜蜂，知唔知道啊？冇啊，唔係我嗰啲。嗰啲唔係你嘅。唔係啊，係個。係邊個㗎？而家坐住嗰個。是他的，是的。你怎麼知道？有蜜蜂啊，那些還香。Hello， 伯伯，你知不知道上面種了一些蜜蜂在這裡？不知道啊。有些街坊說是你在這裡養蜜蜂，在這裡種菜。不過我種菜而已。不是你的，上面那些，你都不知道 有個這樣的地方。不是，我在這裡拆東西而已。明晚我們會TV 全面進化，重新啟航。